做好了公众的榜样，他会发微博视频告诫粉丝如何在点滴当中保护环境，也会参加到各种保护环境的小挑战当中，用自己的力量呢影响粉丝。当然作为环境大使呢，王俊凯也是非常尽职尽责，这一次呢飞往贵阳参加了本次论坛，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的明星会加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的队伍当中来，也希望呢他们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身边更多的人。没错啊，你看这个明星拥有一个庞大的粉丝群，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关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明星给产品和广告做代言。